经过四段时间打完了我们的黄豆样品，好，接下来我们到天平的地方准备精秤一克，先放上我们的离心管，把盖子打开，这时候稳定之后按归零，再来把我们的黄豆粉慢慢称，称一克，好，那称完一克之后，我们就往下个地方移动。